谢谢王小林。好，王老师，应该叫你几声老师啊？哇，听到你的歌声，真正惊艳呐！回到了那个年代啊，真正是这个单芬兰老师迄个年代的迄个感觉吼，迄个开口，一个是吼要唱什么歌，爱有什么开口吼，这个真的要天分，唔是讲学都学会晓诶。然后你今天选的歌又很适合你的那个唱腔。你的那个声线声声势足清气的，然后足清亮的，足有味的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哦。好，小林老师，这个听到你的声音哦，一唱出来，让我回想到我的小时候听到黑胶唱片的感觉。哇，你那个味道唱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。如果真的挑毛病的话，可能就是几个地方的音准，可能在台上唱歌的时候，有时候是要去掌握这样的味道。这样的味道又有这样的情绪，又有这样的音质，有时候会稍微偏失一点点，都会有难免。但是如果说可以再掌握得更好的话，我觉得这首歌会更完美。好，谢谢老师。